天主，我们在你的殿内想念着你的慈惠。天主，你的名号远达地极，你以正义统治大地。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愿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各位教友，现在我们大家认罪，虔诚地举行圣祭。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教友承认我在思言行为上的过失，我罪，我的重罪。为此恳请终身童真圣玛利亚、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阿门。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请大家祈祷。天主，你因圣子谦卑自下，拯救了陷于死亡中的人类，请使我们因生活的革新而鼓舞。既然你让我们脱免罪恶的奴役，求你也赐予我们得享永恒的欢乐。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亡。阿门。公主欧塞亚先知书。上主这样说，看哪，我要把我不忠的妻子领到旷野里去，和她谈心。从此我仍要将她的葡萄园赐给她，仍将阿克尔山谷作为她的希望之门。她要上到那里，就如她幼年时，就如她从埃及地上来的那一天，上主这样说。他要称呼我为我的丈夫，不再称呼我为我主。我要永远娶你为妻，以正义、公平、慈爱、怜悯娶你，以忠贞娶你，你就会认识我是上主。上主的圣言，感谢天主。上主慈悲，宽仁大方。上主慈悲，宽仁大方。我要日日歌颂你，赞美你的圣名，永不停止。上主伟大，极堪赞扬，他的伟大不可测量。上主慈悲，宽仁大方，世世宣扬你的功成，代代传授你的大能，称扬你的尊荣，传扬你的化功。上主慈悲，宽仁大方，讲述你惊人的威能，赞扬你无限的伟大，怀念你无比的甘义，引用你无上的正义。上主慈悲，宽仁大方。上主慈悲，宽仁大方，化育欢乐，仁爱无量。上主对待万有仁和善良，对他所创造的万物仁爱慈祥。上主慈悲，宽仁大方。阿莱路亚，阿莱路亚。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摧毁了死亡，并借福音彰显了生命。阿莱路亚。愿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恭读圣马窦福音。主愿光荣归于你。那时候耶稣正在和门徒说话，有一位会堂长走来跪拜他说，我的女儿刚才死了，可是请你来把手放在他身上，他必会活过来。耶稣就起来和门徒跟他去了。有一个女人患血漏12年了，走到耶稣背后，摸着他衣服的穗子，因为他心里想，只要我一摸他的衣服，我就会痊愈。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了他，说，女儿放心吧，你的信德使你痊愈了。从那时起，那女人就好了。耶稣进了会堂长家里，看见吹笛的人和乱哄哄的群众，就说，
走开吧，女孩子没有死，只是睡着了。他们都讥笑他。耶稣把群众赶出去以后，就走进去，拉着女孩子的手，小女孩就起来了。这消息传遍了那一带。基督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我们看到福音中，这个会堂长的他的女儿已经死了，这是现实，就是现实中他的女儿真实的死了。还有一个人患血瘤病12年了，他患病也是现实的真实的事情。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两个人呢、就是这个会堂长和这个妇人，这两个人都是现实当中是这样，但是他们都是心里想，只要救，只要你的手放到我女儿身上，她就会复活；只要我一摸她衣服的穗子，我的病就会好。所以他们呢，不单单是心里想，而且有行动。这个百夫长呢，来了，跪在耶稣跟前求他。这个患血瘤病的妇人呢，她伸手去摸他，摸耶稣的穗子。所以我们说，他们都是有信的人，而且他们的信德称之为期望性的信德，就是有行动的信德。那么信德是什么？我们知道信德呀，不是自信，不是说我好我好我的病就好了，而是相信耶稣是天主之子。所以我们知道自信啊，有些人事事顺利，事事成功，就会有自信，就会自信爆满，这样的人是建立在人类的能力上的。那么信德呢，都是对于不可能完成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完成的事情，仍然信赖天主，让他帮我们完成，这就是信德。所以信德第一是不顾现实，只管信，无论现实多么的糟糕，女儿，她的女儿已经死了呀，患血瘤病的妇人已经12年了呀，这是现实。我们都生活在现实的世界里，谁也没有办法忽略或者忽视现实，也没有办法逃避现实。包括现在的瘟疫啊、流行病啊、病毒的蔓延啊，全世界100多个国家都有被感染，这是一个不能逃避的事实。但是谁如果认为这个现实可以限制和超出天主的作为，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天主做事情往往就是做我们现实人认为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会堂长的女儿，我们看啊，她还在说话的时候，那么有人从会堂长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不必烦恼师父了，这就是事实。耶稣却给他说，不要害怕，只管信。看耶稣对我们强调的，说不要害怕，不要看风浪，不要看事实，要信。当我们很多的时候看世界上很多的事实现实都是没有办法以人力改变的，但是呢，当我们有信的时候呢，耶稣要求我们只要有信的时候就必得救。那么血瘤病的妇人，还有一个拿一针寡妇的儿子，这些都是现实当中已经死了，但是天主可以改变现实，天主可以改变自然，天主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天主也可以使我们的生命死而复生。还有拉扎路，我们知道拉扎路也是已经死了，这是事实了，而且已经死了4天了，这也是事实，而且他的姐姐说已经臭了，因为在巴勒斯坦地区啊，天比较热，所以的话呢，尸体可能腐烂的比较快，4天他说已经臭了，这也是事实，但耶稣却说拉扎路你出来，所以拉扎路身上裹着布就出来了，这就是现实
与我们的信心之间的关系。很多的时候呢，我们认为啊，说哎呀，天主啊，我现在啊想买一个房子，你能不能让我买的稍微便宜一点点呢？你能不能让我买的稍微大一点点呢？你不能能不能让我买的稍微划算一点点呢？稍微你买的划算了一点点了，地址稍微好一点点了，你说哎呀，这真是奇迹，天主照顾我呀！天主能够让你白手盖一个房子，你信不信？天主能够让死人复活，你信不信？天主能够让癌症痊愈，你信不信？耶稣说，只要你信，就必然给你成就。在耶稣的眼里，现实不可怕，最可怕的是你不信。那么我们看到现在的瘟疫啊，天灾，我们只眼睛是看这些瘟疫，你要看的话呢，特别是美国、巴西，你看啊，数字每天每天的增加，多得不得了，那就把你吓死了。当我们看耶稣的时候，耶稣能够改变这个现实，所以我们要落脚在信仰上，落脚在耶稣基督上，我们的眼光不要盯在病毒猖獗上，而要仰望耶稣基督。所以罗马福音当中也说，耶稣说，我不是告诉过你，如果你信，就会看到天主的光荣吗？所以当我们信的时候，就能够看到天主的作为。我们知道耶稣在海面上走过来，走过来的时候，彼得说，如果是你，就让我走向你吧。在那个海上，彼得在船上划着说，你认为是个妖怪过来的？他说不要怕，是我。耶稣说不要怕，是我。彼得说，如果是你，就让我走过去吧。那么这个时候啊，彼得啊肯定下船，这个脚啊肯定踏了踏水，哦，可以走，哎，奇怪，可以走，注视耶稣可以走，等等，往前走了几步，后来他一看风浪这么强大，这么高大的风浪，所以的话他开始下沉了。他一开始为什么可以走几步呢？是因为一开始的时候他注视的是耶稣，而不是环境。那后来他注视环境的时候呢，他就开始下沉了，他就失去了信德，失去了对天主的依赖，所以风浪就把他吞噬了。希伯来书上说，信德是所希望之事的担保，是未见之事的确证。既然这样，他就是不顾现实中的一切的力量，他不顾时间和空间发生的一切。那么信心是基于一个比现实更高深的真实，信德是一个投靠一个比智慧更大的智慧。那么信德不仅是看见了远处那更大的真实，而且已经看见它跨越时空，向自己伸出了巨大的手。信德就是已经抓住了没有信德的人看不见的这只手。我们要简单的看那超越现实、掌握着真实的天主。所以天主跟我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如果你不信他，天主跟你的距离有十万八千里，天主在那里，你在这里，你够不着他，他也够不着你。为什么他够不着你呢？因为你不信呢。当你一信他的时候，看你的手跟他连上了，你的手跟他的手连到一起之后，那现实很重要。你无论在风浪中，他可以把你提起来；你无论在淤泥中，他可以把你提上来。所以，我们对耶稣基督要有信德。我们也知道信德是什么，信德不是说我有信德，我有信德就有，信德、望德、爱德是超信之德，所以我们要祈求天主增加我们的信德。上主，万有的天主，你赐给我们食粮，我们赞美你。我们将大地和人类劳苦的果实麦面饼呈现给你，是成为我们的生命之粮。愿天主永受赞美。上主，万有的天主，你赐给我们饮料，我们赞美你。
我们将葡萄树和人类劳动的果实葡萄酒呈现给你，是成为我们的精神饮料。愿天主永受赞美。各位教友，请你们祈祷，往全能的天主圣父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往上主从你的手中收纳这个圣祭，为赞美并光荣他的圣名，也为我们和他整个圣教会的益处。上主，但愿我们向你所献上的这些礼品，促成我们心灵纯洁，行为日新又新，准备与你一同度天上的生活。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门。愿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请举心向上，我们全心归向上主。请大家感谢主，我们的天主，这是理所当然的。圣父，我们借着你中外之子耶稣基督，时时处处感谢你，实在是理所当然的，并能使人得救。基督是你的圣言，你借着他创造了万有，并派遣他救赎了我们。他因圣神降孕，有同着你诞生。他奉行你的旨意，为你争取神圣的子民。圣诞时伸开双手，以战胜死亡，宣誓复活。因此，我们随同天使、总领天使以及天上诸圣，歌颂你的光荣，不停地欢呼：圣圣圣，上主万有的天主，你的光荣充满天地，欢呼之声响彻云霄。奉上主名而来的，当受赞美。欢呼之声响彻云霄。上主，你实在是神圣的，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因此我们恳求你派遣圣神圣化这些礼品，使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他甘愿舍身受难时，拿起面饼感谢了，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吃，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晚餐后，他同样拿起杯来，又感谢了，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喝，这一杯就是我的血，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将为你们和众人清流，以赦免罪恶。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信德的奥基，基督，我们传报你的圣死，我们歌颂你的复活，我们期待你光荣的来临。上主，因此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向你奉献生命之粮、救恩之杯，感谢你使我们得在你台前侍奉你。我们恳求你，使我们分享基督的圣体圣血，并因圣神合而为一。上主，求你垂怜普世的教会，使你的子民协同我们的教宗方济各、我们的主教多伟、所有主教以及全体圣职人员都在爱的冬日去完善。求你垂怜怀着复活的希望燃起的兄弟姊妹，并求你垂怜我们的祖先和所有去世的人，使他们显见你光辉的圣容。求你垂怜我们众人，使我们得与天主之母同贞荣福玛利亚、圣母的敬佩圣若瑟、诸圣宗徒以及你所喜爱的历代圣人圣女共享永生，并使我们借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赞美你、显扬你。全能的天主圣父，一切崇敬和荣耀借着基督、协同基督、在基督内并联合圣神都归于你，直到永远。阿门。我们既遵从救主的训示，又承受他的教导，才敢说：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上主，求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恩赐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更求你大发慈悲，保佑我们脱免罪恶，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使我们切实期待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稣的来临。天下万国普世权威，一切荣耀永归于你。主耶稣基督，你曾对宗徒们说：“
我将平安留给你们，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但看你教会的信德，并按照你的圣意使教会安定团结。你是天主永生永王，阿门。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请大家互助平安。除免是罪的天主羔羊，求你垂怜我们。除免是罪的天主羔羊，求你垂怜我们。除免是罪的天主羔羊，求你赐给我们平安。请看天主的羔羊，请看除免是罪者，蒙召来赴盛宴的人是有福的。主，我当不起你到我心里来，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灵魂就会痊愈。请大家祈祷。上主，我们蒙受如此宏恩，无以为报，求你使我们在世不断的颂谢你，身后获享永生。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门。愿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阿门。弥撒领证，感谢天主。